整个演艺圈里面来讲，谁的心机最重？新人陈建州。他心机真的很重。怎么说？他说：“老大，我们来讲一个鬼故事。”然后那个现场导播就会把灯按掉，然后大家就很害怕，然后就导播可以 replay 一下吗？我可以确定刚刚没有拍到，太可惜了，没拍到，没拍到，没拍到。吓人家哦，对，我也常被他弄，而且他弄是随时弄，他不是说是。这也可以，这是有拍到的，铁汉的啦，拍到了啊！我导播组配合的 ，OK OK。还有嘞，还有谁？我也是觉得老大有个罕见的。出去啊，然后他会在车上一直播放他要我们就逼迫我们看的东西，然后为了让我们看还故意绕路呢，明明五分钟可以到的路，就怎么三十分钟还不到？他逼你们看什么东西呢？九阿秋啊，再见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真的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，我听到一阵喵声，喵，到底？他叫你们看篮球赛，我知道。还有嘞，范范姐姐的影片。范范姐姐的影片。中山二村。中山哦。对了。要看很久吧？对。所以我差不多从士林到天母，再到芦洲这样子。可是我明明要去中山东路。好，还有谁呢？其实大部分我们都还没有碰过。就是目前为止还没遇过太多主持人，所以你看这种就是聪明心机，不要得罪他，对不对？一得罪了以后，对不对？对，心路就坎坷了。好，那你们几个谁的 fans 最多？有 fans 吧？现在妹妹真的、喔，我们有投票，固定都有那种投票。哦，因为那个什么嘛，卡通影片帮了他很大的忙。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。对，是拳头。那你有没有听过别人就是耍心机啊？就是啊，我不能淘汰，我要用什么方法耍心机，我才可以不被淘汰？顶多都听过不来参加的，逃避，用逃避。哦，这个很强。逃避不是直接就淘汰了？没有吗？他就不会被淘，就不用承受淘汰这个词。哦，就不参加这样。对。真的哦，这个是不可取的，但是蛮聪明的。就算输了，下次再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完全不去的话，你就是100%的输家。对啊，那是不行的。输家英文怎么讲 ？Loser。Yes。100%。什么东西 ？Loser 吗？默契。我跟你讲，他其实知道，他就是故意。你没有搞我。什么时候有这句话？没红颜呀嘞。OK。好，来，妹妹，你有听说过啊？我听过倒还好，可是我知道会有被淘汰的人心里不平衡啊，可能回去然后上网就是写一篇关于攻击别人，对，或者是讲我们什么黑社会淘汰黑暗面，哦，讲一些负面的，怎么样？对，你们两个在笑什么？我时间水库没关吗？还是怎样？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好巧哦，心机，又放屁博版面，这时间不要再讲，哭了一天了吧？哎，你看他多紧张，他不要麦克风玩坏了。我也没有在憋，憋屁。我爸很小声，还在听，很大声。哎呦，声音很长吗？不。我放屁！来来，你讲，来快点去。音效老师不要再用那个屁声。来，对，去。继续。
要你要哭，我哭，我会哭，真的会哭吗？我不信，来继续，不信也会。来，你讲。讲什么？我们今天就是 Apple 来讲那个屁的行程。好啦，真的有味道出来了。你是拉屎在裤子上。好，等一下，要再讲啊。通常放一个响屁会配上两个闷屁。嗯，没有，然后最后再配一个水屁。好了，来，你觉得怎么样的心情？就有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参加那种就是组合的组合赛，然后可能有的人就会故意可能没有准备好，然后他自己怕就不来，可是相对会害到另一个跟他配合的人。哇，那很恐怖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机。你在爆了，来，来上。关我什么事啊？来，有一次大家就一起去老大家，然后老大非常的自恋，他就拿了他大概好几本相本，然后那么厚哦，然后这样给我们看，然后他拿一张，他很久以前就很肥胖啊，然后肚子上肉，然后好几层的，我说哎，你看这个，好，原来这个人是一个无耻的黑人，我是要警惕他哦。没有，你就拿给别人看，然后再轮到我手上来的。我要间接的绕到你那边去。好了，好，那剩下的，哎，爆料上。这个，我要爆。这是爆料吗？好难吃，这个叫爆料。我要爆大牙的。嗯，为什么？丫头不要哭。大牙他很好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打电动的时候，就是玩太古达人要用手按，就是左右这样敲。嗯。然后他就是按的时候，他一定要配合他的空速口，就是他会这样，就是打电动的时候他会这样。用空速口打，而且我发现他没有空速口打，他就会输我。真的、哦？空速口是什么？空速口？就一边打一边空速口，脚还会一直动，左右的摇摆。好，你一定要这样。OK 了，好，成功。看得掉，你要爆。既然 Apple 爆我一个，那我要爆他一个。好，请说。大家耳朵要张开听喽。不要。虽然他的就是名字叫就是古典美眉，漂亮女生，但其实你不要爆太狠的啦。她是一个会把马桶给打坏的女生。哇，屁，屁精！你是怎样？因为上厕所的同时要放屁，然后因为那个坐得太紧，嘣就破了呀。没有，就马桶塞住了。啊！冲不下去。没有反，没有，我们这节目不反驳的。OK， 好，来丫头，好，给你反驳，你反驳，反驳怎么样？对。那是因为大牙他们家自己马桶很烂。好好好好，来来坐好，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李家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。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